跟大家简单的报告一下等一下的方式。有奖征答呢，等一下会由 Joseph 写的一支程式秀出他的题目。那假设你知道答案的，请你举手，然后你要念出来一二三四是选项几，答案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数字是三，赵伯强这样子念出来。那是你获得之后，麻烦你跟着我们的工作人员到这边拍照，领奖跟拍照。好，感谢大家。他要重开嘛？我们怎么样，对不对？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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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议程组报告，请有报名 Lightning Talk 的讲者到我们现在面对舞台的右手方跟小猪集合，请报名 Lightning Talk 的讲者现在至舞台的右手方跟紫色衣服的小猪集合，谢谢。紫色衣服的小猪是哪一只啊？举手。不要不要。每一场活动都有一些临时意外，所以我现在要募集现场有没有一台 notebook 可以借我，借我借我借我，等一下私人送你小礼物。啊？什么鸡啊？虾虾亲一个啦。赵伯强亲一个 ，OK。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嗯。然后我需要用 PDF。里面只有一个档案。对。先让我打单枪。先接了，先接了，先接了。有有有有有有。麻烦我们的助理主持帮我们关灯。没有要关门啊，放心。学长刚刚还是没有画面了，你们什么都没看到。不能丢 Debian 的脸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我现在剩几分钟？好吧，我先抽奖好了，好不好？对。好，不好意思。喂，
不好意思哈，因为电脑正在准备中，所以我们先抽奖。好，先抽奖，麻烦旁边的伙伴们帮我们 stand by 好，先抽奖。好，我们总共有几个奖？麻烦请给我一下名单，我看一下。我们现在要先抽的是，要先听收 Kingdom。Kingdom 最后抽好不好？没办法，不好意思哈。他能这样？你可以秀了吗？好，那个八号学长，因为一直没有画面了哈，所以学长，我可不可以请你当个公证人？这位叶平老师，叶老师来帮我当个公证人好不好？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走出来，只要帮我看着说证明我没有说谎就可以了。对对，好。请大家就是拿出你的识别证，看一下你的报到序号是多少。首先呢，我们要先抽出数位时代提供的电子杂志一年份，有五个人可以获得哦。我们看一下第一位幸运儿是五个，好，我就连续抽五个好不好？对，第一个惠众 A762， 惠众 A762， 有的话就麻烦你举手了哈。然后第二位惠众 A315。惠众 A315， 可以大声喊一下吗？大喊一下。OK， 好，哦，原来，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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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比国防部还厉害嘛，对不对？学长 ，OK 的 ，OK 的 ，OK。学长不需要你了，因为我们有画面了。对。哎，老板，你等一下，你刚刚说的两个蓝莓，对不对？你再重复一次，你再重复。A762 A315 A762 A315，好，谢谢，不好意思。好，还再继续哈，惠众 A1029，哦，破千的，破千的出来了哈，1029，1029没有，有的大喊一声旺旺好不好？哎，不，不能喊旺旺，对。OK，no problem。A762。Okay, if your number is matching one of these numbers, please raise your hand. Okay. A762 and A315 and A129 and A. 大家再稍动，我们就抽不完喽。好，再一张了哈，还有一张我先抽一抽了哈。哎，一成主持人呢？哎呦喂啊！哎呦，是谁 ？H19。然后给我们倒数五秒，请这位五位幸运得主前来，不然我们就抽下一位。五、四、三、二、一，有抽到你的吗？快举手！有。那你跑来前面是有还是没有？一个，请那边。两个，两个。那好像我还要再抽的意思是不是？还有三个。对，所以我还要再抽三个吗？好 ，OK， 好。好，接下来会中 A658。A658，再往下，讲者 S25，S25，不是幼儿乐哈 ，S25。可恶、哎，我是63。哦，恭喜。好，然后还有一个嘛哈，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会中 A895。好，我们现在又抽出了三个，来 ，Patty， 请帮我确认一下台上目前有几个人。要有五位嘛，再一位，爸爸再一位。会中 A935，A935，A935。说实在，你要是不举手的话，等一下你后面也没机会啦。对啊，不管你喜不喜欢，没有啦，只要举个手来啦吼，并不会因为这样你就会抽到 Kindle 啊吼。有，好呀，你看，讲清楚就会有人举手了嘛，对不对？我懂，我懂，我懂。再一个，他还是没有出现。再一个，好，那边 那一位小姐之外，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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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小姐不是过去了。OK， 好， yeah， 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我们要抽赞助商贝格热提供的六个奖项，是他们的一个线上产品，所以他们等一下会有专属人员告诉你怎么办哦。所以我们要请爸爸抽出六个人。六个哈，来第一个，会中 A944，A944，第二位。
会中 A794， A794， 第三个会中 A725， 不是四了吧，哈哈，A725， 再接下来会中，哎，这是什么？讲者 S56， 讲者 S56 可能是昨天的下半的，好，还有吗？好，还有一个吗？是吧？看一下，再一张啊，好 ，OK， 再一张。好，接着会中 A528， 会中 A528， 这是五个了，要六个嘛？对，要六个。再接下来讲者 S147， 这一定是才刚才发生的啦。147，应该是刚的。147，好，来这几位，好，我再重新再 run 一次哈。S147 会中 A528， 讲者 S56， 会中 A725， 会中 A725。会中 A794， 会中 A944。好，再给我们五秒钟数，有没有六个得奖人呢？有。来倒数五秒哈，我们目前只有四位得主，如果再没有出现，我们再抽两位。五、四、三、二、一，我们先请爸爸抽一个。好，会中 A662。A662，贝格勒，贝格勒。好，我罚站哈。这个时候罚你唱歌跳舞。对。反正就总见吧嘛，早上就讲了。哎，早上没有看到我影片，没关系，等一下我会上传到 YouTube。A662一次，好像在拍卖哦。A662两次。A662三次。好，成交。下一位。会中 A341， A341有没有 ？A341一次。哦、oh, ，有了有了有了。Okay, 好，恭喜，再抽一位，谢谢。一位最后一位。A873，八七三。A873一次。A873两次。A873三次，成交，下一位。A549，五四九。A549一次。A549两次。A549三次，下一位。好 ，A802。A802一次。有了，耶、yeah ！哎、欸，恭喜恭喜！好，我们现在要抽奖的最后一个奖，阿马龙提供的 Kindle 一台。好 ，Kindle 一台。好，请爸爸帮我们抽中是哪一位幸运儿。我先 PS 一下哦，这个工作人员也有哦，好，工作人员也有得抽哦，好，工作人员有得抽，哎，还是会中的，会中 A555 有没有 ？A55 一次 ，A55 两次 ，A55 三次，下一位，耶、yeah。A258 A258 一次，哎，声音不要那么大嘛。A258两次 ，A258三次，下一位。来来，那个最大连续没叫到号记录了哈，试试看，先迈向第二个了哈，第三个，讲者 S118，讲者还在不在 ？S118。哦、PS 赞助商讲者也有哈，大家不要就是觉得说自己好像一定不会有。讲者 S118一次，S118两次，谢谢讲者 S118三次。耶、yeah ！下一位，就跟你说不要只是来讲完就走嘛，哎呀，所谓的人生。对，哎、欸，一层主持。H18 有没有 ？H18。主持人 H18 一次，
H28 两次。一八，不好意思，一八，不要喊自己哈。好，18我好了，明年再来投看。谢谢主持人 H18，拜拜。耶、yeah ，工作人员出现了。这时候我们就要说，如果他是可怜的场务组，现在在外面的话。C62124，哎，他的组长，赶快叫他一下。C62124，可恶，我是51开头。工作人员 C62124，工作人员 C62124。最后一次，工作人员 C62124，谢谢你辛苦了，下一位。哎、欸，找到了啊！不好意思、啊，抱歉。有吗？来那个101的那个讲台上面领奖、嗯。有吗？还有一台哎、欸，还有一台啊，两台啊。好，抽一抽吧。照抽。十、九、八、七、六、六、五、六、四。哎，可不可以请他跑步带三声？快点，跑步带三声了哦，快点，三。你慢慢走路，到底是你还是不是你？来，后面，在后面。哦，小女生。哦，是个正妹。报告学长，这个有奖征答的画面可以了吗 ？Kegnanico 工程师可是非常可靠的，如果想要有兴趣职缺的话就，可以吗？好了，给我一点时间啦、啊。哎、欸，我没有。好，现在看不到啊。我要继续切，我要切画，我要切荧幕，救命啊！你要这一台吗？不要，我要切荧幕而已。显示导播台，请帮我切投影显示。导播台，不要因为没抽到奖就不理我。好，终于出来了，耶耶耶耶！然后我们现在快速的进行阿科莫的有奖征答。据说哦，我手上的是答案哦，啊，早说嘛。那个好，接下来我们第一题要出现的题目是问题一：以下哪间公司是 Cost Cup 2013甘蔗补助计划的赞助商呢？这是问题哦，所以它会有出现四个选项，你要说是谁？我们等一下，我们请 J 社府来帮我们挑，要给谁讲 ？J 社府又不见了 ，J 社府快点，等你，你有三秒，帮我拿给他，让他指引。杰师傅，我们第一题出来了哈，以下是哪一个是 Cost Cup 2013奖者补助计划赞助商？我数到一二三，你要告诉我，你要指定谁来抽奖哈，指定来回答这个问题。一、二、三。哦、不好意思啊，是近视啊，那就好好好，就是中间那个穿格子的吧哈，有个女生嘛，穿格子的，哎，对，是不是？恭喜。请说出你的答案是，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应该还有租一支无线麦克风吧？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场地租一支无线麦克风一个时段要1500，然后大家会很穷。请工作人员帮我确认一下他讲的答案对不对？没有啦，我没有麦克风了。好，给你了，给你，好，我们一起。恭喜，好，好，这是大家自己看。第二个问题是，以下哪个为 Go 语言的特征？一样，我数到三哦，请这次帮我们讲一个，一、二、三。哦 ，Freedom。是 Disk Comprehension。好，一二三，再讲一个哦，不好意思，一，
对，哎、欸，所以开始了吗？讲者是宜啊，大家有意见啊？他答错了，他说是。所以刚刚那个答案不对啊，好，对。这个好，下一个，下一个。哎、欸，我讲一二三好不好？好。不好意思啊，大家放下，一二三。哎、欸，你撑住，你撑住，你撑住。那个赵志明啊。三 Garbage Collection， 好，恭喜。好，第三个问题，快点，我们动作要快点，因为有太多奖要颁了。问题三，以下哪个为 C 加加语言规范没有的关键字？有这个四个题目，所以我们数到三之后抽奖哈。你要看前面啊，一二三。哦，前面这位。恭喜。好，问题是第四个问题是以下哪个叙述呢不在 KNY 的演讲内容？有这四个问题，一样数到三哈，然后我们请这时候帮我们指定一个人，一、二、三。可是我是近视哎，看不太到哎。那怎么讲？那个？男的还是女的？男的，红色衣服的那个吗？对不对？哦、红色衣服，好，好，红色衣服的就是你了。应该是四啊。四是什么？请念出答案。不适合科学运算。恭喜。好，第五个问题哈。路瓦城市语言起源于哪个国家？有四个选项，一二三之后，哎，手放下啦，这样子不行啊，我也要举啊。可恶，在台上什么都没有。好，我们一样数到三哈，手放下，谢谢。一、二、三。那个灰色外套吧。哎，对对。等一下，等一下。第二个巴西，好，恭喜你。好，最后两个问题哈。问题六，以下何者不是 JSON 本次在 CosCup 发表的 Open Source Project 呢？嗯，有四个哦，哈。到底是哪一个呢？如果你没有专心听就好，很明显了，好，一二三，这好难哦。我找一下有没有 女性的参加者哈。有哎、欸、那边拼命挥、欸、看不太到哎、欸、怎么办，绑马尾的先上快点，对，有没有绑马尾的哈。帮我找一个啦，什么 又是我、欸、不好意思，现在夹起来没有用，谢谢。好，不好意思哦，请举手的借我看一下有没有你旁边的女孩子，你先怂恿她。好，请说，那一位长头发戴眼镜的，好，你说是，答案是三，是什么？ LXD。 恭喜答对了。我们最后一个奖会请 JSON 本人亲自颁好。最后一个问题是：以下哪个研讨会在10月26、27两日举办，而且已经开始 Cobol Paper 呢？到底是哪一个？答案数到三，哎、欸，手放下啦，这样子就不知道要看谁啦。好，我们数到三，最后一个奖由你颁，一、二、三。红色玩偶那个。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猫抗。答案是几？猫抗，猫抗。一嘛，恭喜你！我们最后的奖请 JSON 颁，谢谢。